问题就是出在妄想分别之中啊，所以这个东西把它抽干净，你就回归到本来面目啊。本来面目是本来是佛，到那个时候没有经佛古佛，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时间没有了，空间也没有了，叫一真法界。啊，古今十业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十业。啊，四方四维上下，这讲十方，十方十业，一是真的，二是假的。法界叫一真呐，啊，无量无边的诸佛有没有？有，是自己的应化身。唯心净土，自信诸佛。不但是自信弥陀啊，自信释迦了，自信弥勒了，无量无边诸佛都是自信变现的。无量无边的菩萨还是自信变现的。无量无边的众生也是自信变现的。是一不是二啊。这就叫入不二法门啊！所以幕后这首偈啊，我们就好懂了啊。别有贪嗔贪欲嗔恚痴，尚能现此大神通，这彼时是阿修罗。啊，阿修罗贪嗔痴慢疑没断的啊，只是他修定修福啊，他修十善业道，所以福报很大啊，他修定，所以他有大的神通，那天阿修罗贪嗔痴慢没断，世间法尚能现此大神通，他有能力现这个大神，他有能力现小神，现小神我们肉眼看不到啊，现小神能到哪里去呢？能到毛孔啊，我们这个汗毛毛孔，在小身它能到毛孔里面去，大身你看像这个喜马拉雅山那么大，现那么大身，能现大能现小，世间法了，没有断贪嗔痴啊啊，它能做到，何况伏魔怨照世灯，这是菩萨了，降伏魔怨啊！用什么降伏？一念能伏魔怨，自信智慧光明啊，能照十法界。这是菩萨
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他怎么会没有自在为生力呢？啊，他的自在，他的威德神通，阿修罗怎么能跟他相比啊？我们现在修行很困难，难在什么地方呢？冤亲债主太多了。昨天还有一个来我们道场实现的，好像一个女孩子被冤亲债主附身啊，冤亲债主太多了啊。他为什么能附你的身呢？因为你有念啊，有我的念头，执着这个身是我，有自私自利，他就找着你了啊！你过去跟他结的怨，他来报复了。如果你到一心了啊，一心不要讲上品的、下品的，上中下三品嘛，下品的，下品的是什么？下品执着，执着没有了，执着没有了，这冤亲债主找不到你了啊！为什么？阿罗汉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四相破了，他找不到你了，魔怨没有了啊，通通化解了。阿罗汉，再往下面讲呢，这个怨要不是很深的，虚脱还就化解了啊，虚脱还四相刚刚破啊，明白了，不再执着生生活啊，所以身见破了啊，这《金刚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啊，虚陀洹粗苦不作啊，就是他没有这个念头，我证了虚陀洹没这个念头，要是有这个念头呢，他没证得。为什么他有我相，他还执着身是我啊，我证的虚陀洹呢假的啊，再给着说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假的，根本就骗人的，小乘虚陀洹大乘，我们华严经上粗信位的菩萨就无我了啊，金刚经上讲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他就做到了，刚刚做到啊，这就是刚入佛门呐、啊。凡是还有我，念念都有我，没入门，在佛门外面啊，虽学佛靠近一点面，没入门。入门就是粗心位的菩萨啊，真正佛弟子啊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、具足，就是说你还有这些分别执着，你是六道凡夫啊。佛法难难在这里，你放不下，佛法容易也容易在此地，放下就是、啊、这个事情不求人的、啊、
完全求自己，那你自己放不下不行啊，放下就是啊。于是我们终于啊搞明白了，搞清楚了啊，真正学佛就是从放下执着下手，放下对一切人的执着，放下对一切事的执着，放下对一切无的执着，这叫真用功。放下不是不管了，所以这个不能错误也。哦，放下我都不管了，那这不是放下，没有放下。啊，真正放下呢，是两边不着，是真放下。有这边不着了，着了空了，还是没放下。空放下了，他又执着有了，两边只要有一边没放下啊，空有两边都不执着，心里面没有，事上呢，事上会做得更认真，会做得更圆满，没有一样事情你做不好啊，你是菩萨吗？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没有私心，你没有自己，你为众生，哪有事情做不好的呢？啊，没有自己，我们从什么地方看呢？从根本烦恼上看，你没有贪心，你没有嗔恚，你没有愚痴，你没有傲慢，你没有疑虑，你没有错误的见解。你说你办事情能办得不好吗？你在任何地方你能不受大众欢迎吗？你能不受大众爱戴吗？那不可能的事情吗？啊，虽然接受大众的欢迎啊，爱戴，为大众服务，自己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做再多的事情不累。怎么不累呢？没做，做而无足，无足而足啊，人做事情为什么会累？有我，我今天做了这么多事情，累了，马上就累了，所以一切法从心下生。那是一天做得完，做二十四小时没中断，没做没事啊，没事怎么会累呢？道理在此地啊，你有我，你有身就有累。你没有我，不执着身，身是机器啊，机器可以二十四小时运作，它没障碍啊。我们把这个机器当成我了，哎呀，一定要给它好好休息，好好保养毛病这么发生的，总要晓得啊，所以这是诸法实相啊，不可以不知道啊。我们要消除现在这个社会上
啊，最困难的事情在哪里呢？人与人不相信。这个社会不会有幸福，不会安定，不会和平。啊，现在大家都在研究讨论这个问题啊，这个世界还能和平吗？在佛法里面讲可以，在世法里面讲很难。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在你的烦恼去不了。所以佛到这个世间来才有办法啊！佛怎么样？你怀疑我，我不怀疑你，才破别人的疑的烦恼。你贪我不贪，断你贪烦恼。你成慧我不成慧，断你成慧的烦恼，这就方法就正确了，你才真正能化解问题啊！啊，所以佛到这个世间来是教化众生的啊。现在讲教育，教育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没有这个理念呢，你教育肯定失败，不会成功啊！中国老祖宗所传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你要肯定人性本善啊，他不善。不善是因为他迷了，迷失了本性，学坏了变成不善。不善是习性，不是本性啊。性相近，习相远呐、啊所以要教佛菩萨，我们称他大慈大悲，到这个世间来实现了，来教化众生啊。怎么个叫法？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讲36对啊，那就是教人啊怎样实现教化众生。36对从反面去做，他贪我不贪啊，你贪我能满足你的贪，昨天台北同修带了一个剧本来给我看，杜子春的故事啊，这个是这个唐朝的小说，现在把它变成剧本啊。这个杜子春贪了 啊太上老君满足他的贪心啊，到最后呢他就觉悟，怎么讲？贪心放下了啊，再多的金银财宝说无动于衷啊。太上老君很有耐心呐、啊这个故事对人相当有启发性啊。你成慧，满足你的成慧，这非常不容易啊！啊，你的毁谤、侮辱、陷害，随你怎么，无动于衷。啊，到最后，所以良心发现了，真的忏悔了，真的承认我错了，回头了。啊，所以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、啊！啊，这只有菩萨才做得到，凡夫做不到啊！啊，
普贤菩萨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他那个十愿啊，就是十种方法，那是高阶菩萨修的，不是普通菩萨。普通菩萨修六度啊，什么是高级的？明心见性的菩萨，就是化身菩萨，修普贤行啊！啊，普贤行，你看第一个离境诸佛啊，对一切众生，啊，现在讲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不是九十度的鞠躬礼啊，他能做到啊，能叫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呢，能叫一切众生呢慢慢回头啊，啊，知道以礼对人好啊，我最尊敬别人，人家欢喜人家尊敬我，我也欢喜，称赞如来啊，诸佛从相上讲的，如来从性上讲的啊，这个人他的思想言行与性德相应，这值得赞叹的，与性德不相应不赞叹，绝不说他的过失，只有不赞叹啊，见到他做再坏的事情一口不说，这度化众生，让做坏事的人啊，做坏事有时候也会做一两桩好事啊，做好事赞叹他，做坏事一句不提，时间久了那个良心发现，你看我做多少坏事人家都原谅我，一口不提，做一点点好事都称赞，只要什么时候有这一念觉悟他就回头了，要有耐心啊，这样才真正能把这个动乱的世界帮助他回归到和平啊，广修供养啊，有缘分有机会尽量帮助需要的人啊，没有任何顾忌啊！现在很多人想修福报的人，怕什么？怕被人骗了，不肯修了，这是错误的啊！为什么？这都是分别执着造成自己的障碍啊！把自己积功累德的缘分呢断掉了。那你要知道，越试越多，没有关系吗？是吗？被骗就没有关系了。面后面又来了啊，你面里只有这么多，你那里不学后头进不来，越学越多，骗也没关系，也都是好事情，欢欢喜喜的啊。这个就像过去我只看到一个例子，一生的受用，道安老法师啊，过去在台湾骗他的人很多啊，大家都认为说老和尚迷惑颠倒啊，被人骗的不知道啊，啊，其实他很清楚啊。那个时候他在台湾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，请我去做总主讲啊，我有一天到他寺庙里面去看他，啊，我上去的时候，
在他客厅里面见到他了，他就问我，哎，刚才有个某居士出去了，啊，在我这坐了一会出去，你看到他没有？我说看到，我说我认识他，大门口看到的，我进庙门他出去，他在今天来骗我，哦。你给他没有？给他了。这我们是晓得了，他不糊涂啊！啊，而骗他的人不知道，一位老和尚不晓得，哎，又被骗了。啊，老和尚死的时候负债，那个时候台湾钱800万呢。那、啊、都是这个骗他，那个骗他，他通通都给人家。最后这个债嵩山寺替他付了啊！我们把这个事情说穿的时候，那些骗他的人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老和尚头脑清清楚楚，真慈悲也啊！老和尚真放得下了，没有嫉妒心啊，太难得了啊！这个大专讲座排课程啊，我上课的学生最多啊，差不多有300-400人，这最少的啊，最多的时候到700-800人啊，至少都有300-400人。啊，老和尚去上课的时候不到100人，有的时候少的时候大概只有40-50个人，我们看得很难过 啊跟老和尚换时间啊，本来我上午上课的，上午让老和尚啊，我上下午的，哎，结果说学生上午不来下午来啊，搞得老和尚一点都不生气啊，而且对我们这年轻人呢非常爱护，我们很感动，没有嫉妒心，真的念念提拔后学啊，看到好的年轻人呢非常重视，很器重啊，我这一生就遇到这么一个人。那他给我们的是身教啊，啊，许许多多事件都值得我们一生依教奉行啊，全心全力啊，帮助后学，奖励后学。他过世了，我们大专讲座移交给佛教会另外一个法师来接办了啊，我也辞职了，好像只办了2届就没有了，没人去了啊，这就解散掉了，很可惜啊。讲座人数最多的时候到800人啊，那都是高等知识分子啊，大乘教里头常说佛法因缘生呐，啊，真正有爱心的人，没有私心的人，没有一样不能成就，也有私心，有嫉妒心啊，有疑惑，事情肯定就失败了大经里面告诉我们，
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。我们通常讲精进嘛，事法里头精进有三根呐、啊：不贪、不嗔、不痴啊。出世间法精进呢，只有一个，没有怀疑啊，怀疑障碍精进。事法里头，贪嗔痴障碍精进，必须要断掉。所以这个这一段呢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修罗大圣呢，与法界深缘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第十个比喻：地势破冤狱。啊，这个就是忉利天竺，我们中国人称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怎样化解这个怨啊怨恨啊？这个对我们来讲呢，都非常重要啊！啊，我们应当啊要认真的学习啊。为什么呢？无世界以来，我们跟众生结的怨太深了。这里面有四首颂啊，我们先看第一首：天阿修罗共战时，地设神力难思议，随阿修罗军众数啊，阿修罗的军众数现身等比而于地。这个里面含的意思很深，天是讲忉利天啊，跟忉利天主跟阿修罗打仗这个事情，佛在经典里面呢讲的很多啊。总而言之呢，都是凡夫啊。忉利天烦恼没断，阿修罗烦恼更重啊，只有轻重之分呢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其他的差别。经上告诉我们，战争的原因呢，还是争利啊。忉利天佛报他饮食啊，美食很多，阿修罗很羡慕，也非常嫉妒啊。阿修罗虽然有天呢这个忉利天一样的福报啊，啊，但是阿修罗没有美食啊，阿修罗的相貌丑陋啊，男子相貌丑陋啊，所以阿修罗犯作无端症，女子非常美啊。所以忉利天呢，忉利天虽然有美食，没有美女，所以忉利天主羡慕阿修罗的女孩子，哎，他有美女啊，所以互相嫉妒，互相的羡慕，所以常常就因这个惹发战争啊。
就是这打仗的时候，你看地势神力难思议啊，地势天神通变化不可思议啊，随着阿修罗军队的数量啊，阿修罗这个军队很庞大了，现身等比尔于地，地势天可以变现，这个地方要注意到啊！啊，这个，中国人讲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派出的兵啊，不是真兵的，没有伤害老百姓，他是自己变现出来的。你有多少军队，我变多少军队来跟你对抗，这个决定不能疏忽啊！不像人间的战争，人间的民众受害。他真兵啊，那死伤不是自己啊，是别人啊。天上不是如此，天上阿修罗跟第十天作战的时候不伤害人民，啊，虽然是战争啊，确实是仁义之死啊，不造罪业啊，业是有啊，不像世人间呢、啊、这种战争的时候造的业那么重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啊，这个真的是难思议不可思议啊，我们无法想象的啊，是第十天呢，是用这种方法来应付、啊、这个阿修罗的进攻啊，用他自己神力的变化，说助阿修罗发十念，十体还阴来向我，必取我身五种缚，由是彼众悉忧悴。啊，阿修罗，这天阿修罗，啊，佛在《楞严经》上告诉我。阿修罗有四种：天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，通通有阿修罗，只有地狱没有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经上常讲啊，五趣轮回啊，只有五道啊，没有六道啊。阿修罗在哪一道，就算哪一道。啊，六道里面单单说阿修罗，那是讲天道。啊，其他的阿修罗的说，都归到自己道去了。啊，阿修罗，前面也说过。啊，这一道的人，啊，不管他是在哪一道，福报大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前世修福。他修舍身，他修福，修布施，啊，所以福报很大。为什么会变阿修罗呢？佛说三个重要的因素：第一个是傲慢心重，啊，他不服别人，一切都是要带头。第二个嫉妒心重，第三个怀疑心重，疑心很重啊。有这三种心，拜佛修行啊，修福，将来果报啊都在阿修罗啊。最大的果报呢，福报呢，都
到天上去了，天阿修罗啊。那么其次的呢，人间阿修罗，再其次的呢，畜生阿修罗，恶鬼阿修罗啊。那在鬼道的是鬼王，在畜生道上猛兽，毒蛇猛兽啊，嗔恚心很重，疑心很重啊。在人道啊，啊也是人王啊，像二次大战的，像希特勒，这些人都是属于阿修罗。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。所以修福要知道啊，这三种非常严重的啊，傲慢、嫉妒、疑惑，这个一定要断，否则的话你落在这一道，落在这一道啊，这是这个佛法讲三十愿啊，你这一生修行修福啊，你有这三种习气你没断，来生得大福报啊。得福报的时候你就会作威作福，为什么？你这个习气烦恼很重，你有大福报你会伤害很多人啊。福报享完之后呢，堕地狱，堕阿鼻地狱，你的罪报啊就现前了。叫三十愿，第一是修福，第二是享福造孽，第三是堕地狱啊。这三是因果啊，不可以不知道啊。他们修这么大的福报啊，多半都是在佛门修的啊。佛门修福容易啊，修功德不容易啊，修福报很容易啊。功德的时候你一发脾气就没有了，福报有，福报你发脾气它还存在啊。那将来到哪一道里面去享福啊？享福必定造罪业啊，必定很容易伤害人啊。我这是烦恼习气，稍稍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他嗔恚就发作了，那他有权利、有权、有势，这就很容易造业了。啊，一般人你发脾气，你还不至于杀人。啊，如果你是做了人王，啊，做了鬼王，都杀人。啊，那么要晓得杀人，你要堕地狱，地狱出来之后，你还要还命债，麻烦大了。你杀的人多，你还到哪一辈子才能还得清？啊，欠命一定是还命，欠钱一定还钱。啊，你懂得这些因果事实，你就晓得，世间人没有一个人说是吃亏了。也没有一个人说占到便宜了，占到便宜来生要还人啊。吃亏的时候，哎，来生有补偿啊，他要还我的 啊。所以懂得三世因果，你心就平了啊。大无畏的心啊，你就能发出来了啊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，这个事学是越施越多，不是说被人骗了我就没有了，骗了还是多，人家骗的多，你这来的越多，越施越多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。不要是哦，这个侍奉不善呢，把我们布施这个意念就断掉了，这个不好啊，这是自己愚痴啊，把自己
积功累德啊，修修布施修功德的机会呀、啊、错过了啊，这个不能怪别人，一定还是自己的业力在作祟啊。所以佛法不能不懂啊，不能不透彻，透彻了疑虑一扫而尽啊，菩提道上啊一帆风顺啊，没有任何障碍啊。啊，随着事实真相不可以不知啊，真正学佛四弘誓愿里头讲得好啊，简单明了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你怎么读的？没有别的，就是给他做好样子啊。佛菩萨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啊，看到众生哪些地方有毛病，我们就把它反而行之，从它的反面去改过啊。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世间，一般人人与人之间没有礼貌，我们怎么去度他呢？我们跟他行礼，这就是度他，使他知道有礼貌啊。现在人没有恭敬心啊，你看写字都很潦草啊，那我们怎么治他的毛病呢？我们写字给他的时候恭恭敬敬端端正正啊，字不在好坏，要公正，这印光大师教我们的啊，这是我们的恭敬心呢、啊、我们对他有恭敬呢 啊， 啊，不要去责怪他，不要去说他，他给我的东西都潦草，我每一次给他的东西都端端正正的啊，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会觉悟啊，我给他恭恭敬敬的欢喜啊，慢慢他就体会到了，长时间去感化了啊。现在人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啊，从小没学过，现在社会上学不到，大家都这样子啊，都认为这是正常，其实错误的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学弟子规，弟子规怎么学法呢？一定要有氛围的地方去学，那个印象再深刻啊。那我们在汤池做出来了啊，你到那个地方去学个啊，我听说一般的是五天他就改变了啊，真正能够成就自己啊。我常常讲，无论学佛法学世间法，真正想成就，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三页这三个根一定要扎稳呐、啊。需要多少时间呢？真肯学的人一年啊，烦恼习气重一点的人两年，你才把根扎下去啊。根扎下去之后啊，无论学什么没有不成就的啊。那么扎根到哪里去扎呢？要到汤池去扎啊，你到汤池那里去做个一年啊，至少就做半年啊，到那个中心去做义工，天天学
天天看，天天学，自然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如果你有愿力，你好学，你有信心，学上半年你就能讲，你就在中心做老师了。戒行并进啊，这样子有一段时期的学养也跟着他稳。如果学佛，无论学哪个法门，无论学哪一部经典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缘，遇到这个缘分不是容易事情啊，也是像开经偈上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那么这首偈子是说阿修罗啊，看到桃李天主啊变现大军啊，来迎敌。阿修罗就想了，释提幻音就是桃李天主啊，前面有介绍过哦。释提幻音的军队来了，这个军队是释提幻音变现的啊，来干什么呢？必取我身五种缚啊，这个缚是烦恼。五种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疑，阿修罗就是这五种啊，修大福报他才变成阿修罗。阿修罗这五种东西舍不掉啊，他非常贪念啊，他放不下了。那么想到这个地方呢，这些阿修罗就很忧虑了，这个焦悴了啊！如果这一仗打败了啊，被这个桃李天主战胜了，所以那我们这个贪嗔痴慢疑全都没有了。其实这是好事情，不是坏事情啊。可是他放不下这些啊，所以他还不能够从阿修罗转变为桃李天人啊。所以这首偈的意思是很深很广啊，我们就细心去体会啊。那么阿修罗第十天都有这个能力，其实第十天只比他高明不了好多，第十天还是有贪嗔痴慢疑，只是比他轻。我们知道天道的烦恼比人道轻啊，人间这个贪嗔痴慢疑比桃李天呢严重很多啊，这就非常的严重，你升不了天呐。这个东西有轻，轻它就升天了，就上去了啊。那我们知道，贪嗔痴慢疑、财色名食睡，这都是欲界的啊。贪嗔痴慢疑是内，财色名食睡是外面。啊，内外的烦恼啊，啊，越往上面去呢，越轻。啊，到第六天，第六天是他化自在天，啊，非常淡薄了。啊，
再往上去呢，这个烦恼就缚住了，完全缚住了，没断，生色界天啊，所以它不叫欲界了。为什么呢？内贪嗔痴慢疑缚住了，外面呢，这个财色名食睡啊也缚住了啊，这是六道里面呢上两界，色界跟无色界啊，色界四禅，十八层天；无色界四层天啊，这一共二十二层天呢啊，二十二层天加上欲界六层，叫二十八层天。这个二十二层天里面是福烦恼，越往上去功夫越深，福的时间越长啊，那么也就是它寿命越长啊。色界跟无色界的寿命是定功时间长短啊，那这个都是我们现在讲起来的天文数字啊。所以无色界天叫长寿天呐、最高的天是寿命八万大劫，你就晓得这定功能够把烦恼扶住，扶住八万大劫不起作用，这都没断，所以他出不了六道。八万大劫到了，他烦恼起现行，扶不住了啊，这一起现行就往下坠落，爬得高摔得重啊，坠落多半坠落到阿鼻地狱，从最高掉到最下面啊。那这是佛给我们介绍的很清楚很明白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